这首歌最能代表我的心意，特别把这首歌送给玉米。从来没有说完，可是今天想说，你可觉得非常？我觉得要一个人一天感觉很温暖，其实不难，但是要一个人一千多天都感觉很温暖，你们真的辛苦。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说有压力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这份情谊真的太重了。今年是 Why Me 的第四年。当我第一年做 Why Me 的时候呢，其实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今天。今天是 Why Me 的第五个年头。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六年的 Why Me。因为今天是我整整出道的七年整。第十次在这个舞台上面，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的陪伴。无论是我处在怎样的逆境，因为有你们，都可以微微一笑。愿我爱你无数，如你。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我想说，真的有一天老的只有一颗牙的时候，我还是希望可以唱歌给大家听。就算只有一颗牙齿，那又怎样呢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。